虽然的乐琴又进完了，我们再来一遍吧。陆良驹，不是我的乐琴进完了，是你这拖堂拖太久了。那下宫的鼓声都已经响了一刻钟，连两炷香，这第三炷香都要烧完了，你这当东家你不能这样。哪里有香啊？ 在这儿，焚香计时，我是不会搞错的。哎，陆郎君，我们这是去多亏手，但是挣钱得有命花呀。是啊，郎君，这么晚，犁地的驴都该回家睡觉了。临选将至，全教坊的人都在赶工，我今天让你去打扫琴房，你从白天磨蹭到了现在。你要嫌累，我把你也送回窝棚。盛云锦临选时间这么近。 他宁可没日没夜的练习，也不肯我加入。这么防备，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知道他有没有从火中救过林如娘呢？别磨蹭了，快去。这么大个教坊，也不多雇人做保洁。好吧，那今天就练到这儿，下次就再见。啊